世界四大禁地，一个比一个诡异。唐海家望岛生位是铁证。一，百慕大魔鬼三角。百慕大魔鬼三角是吸引人的未解话题，也是一个禁区。这个地区有数以百计的船只和飞机失事，数以千计的人在这里丧生。自1880年到1976年间，大约有158次失踪事件，大多发生于1949年以来的30年间，就发生失踪97次，至少有2000人在此丧生或失踪。目前对这里的解释有两类，第一是认为这是属于超自然的原因造成的，联想到的是外星人的飞碟在作怪；第二是自然原因所造成的。二，罗布泊。罗布泊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，形状就如人耳般，故被誉为地球之耳，也有人称布泊地区，是亚洲大陆上的一块魔鬼三角区。根据《大唐西域记》记载，沙河中多有恶鬼，热风遇者则死，无一全者。可见罗布泊是鸟都飞不过的死亡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第一枚原子弹，第一颗氢弹就是在这里试验的。三，美国死亡谷。死亡谷位于美国加州的沙漠谷地，北美洲最低最干旱的地区，长225千米，宽6到26千米，面积1408平方公里。此处悬崖绝壁，地势十分的险恶。1949年，一支前往金山淘金的队伍横穿该谷，因为迷失方向，导致全队覆灭，死亡谷也由此得名。四，大西洋墓地。大西洋墓地原名塞布尔岛，位于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东南的北大西洋上，让许多航海家望岛称畏。航海家称之为死神岛。100年以来，有500多艘大小的航船在该岛附近神秘的沉没，丧生者达到5000余人，才有了大西洋墓地的称号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